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在双宋事件发生的半个月里，网友们猜测过无数种情节，可能是宋仲基发现了什么秘密，所以啊才会做得如此决绝，丝毫不给对方留情面。也可能呢是宋慧乔压根儿就懒得搭理对方，只想等到最后的调停结果出炉后再做选择。只是在这场战役中呢，男方所获得的舆论声势啊一直在女方之上。早在公布消息之前，他的做法就已经将对方完全压制，提前宣布消息，让大家误解他有理，所以呢，让宋慧乔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指责。但结果既然已经公布，所以啊，事情都最终画上句号，观众们也不想再多多计较，到底是哪一方才是这件事情中的无辜者。只是啊，女方在这件事情后呢，选择删除了自己 IG 里所有关于男方的照片，特别是当初发布过三次的婚礼现场图也被删得干净，可能连一张底片都不愿意留，想把他所有的身影全部掩盖。于是呢，有人则好奇地问，既然宋慧乔已经删除了和对方有关的所有消息，那么男方的平台上啊，又存在着多少和前妻有关的东西呢？于是啊，大家则在他的平台上检索起了宋慧乔的名字。可最后结果出来的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不知是他当时删除时漏掉了这么一个独苗，还是想要留住当初相识的美好回忆。在这些照片中，唯独留下了一张当时《太阳的后裔》刚开拍时两人和整个剧组的拼接照来。在这一张图片中啊，他笑得很是灿烂，和自己所出演的人物形象呢几乎没什么差别。而宋慧乔啊，则一直温婉地凝视着镜头，站在他旁边，格外有一种呵护小孩的大姐姐模样。他的工作人员啊，也分别笑意盈然。当然了，当时整个剧组的拍摄氛围之融洽，还屡次被 SBS 和各种媒体报道过，戏称他们不仅在剧内形成了美好的牵连，更是在剧外也有着彼此扶持和担当的真情感。网友们在发现这张图片后啊，则在旗下留言评论道，要不就把对方的有关足迹全部删掉，别再给我们幻想了，唯独留下太阳的后裔，实在让人看了心寒。因为这张图片呢，会让大家无数次回想起当年自己磕上太后 CP 有多么的真情实感，让大家一次次回忆起他们现在早已分离的痛苦。或许这张图啊，已经掀不起他多大的波澜才决定留下，但观众们呢看了却感到非常心寒和无奈，倒不如什么都没留下最好吧。之前网络中爆出宋慧乔清空了部分 ins 中与宋仲基的合影时即爆出的婚变新闻，如今呢正式离婚了，宋慧乔也清空了当时保留的结婚照，有网友谈及自己的看法。在此事发生后呢，乔妹并没有采取措施，而是男方一直在不停地发布声明，总让人觉得他是心虚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才没能做出选择。由现在这种态度分析，他一直有着对待感情确定的原则，一旦分手呢，就再也不见，这是我对下一任的礼貌。网友更是从韩网的前年采访中扒出了她和记者聊到的感情观，更让人佩服于这个女性的优秀和通透。访谈中呢，她认真地谈到，我的恋情啊，大家多少也有过了解，但在我的心中并不可能在结束一段关系后还能和对方形成某种朋友关系，我觉得一旦分手这辈子就不要再见了吧，因为这是对于下一任最基本的尊重。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发现之前他在和玄彬结束了恋情之后，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和对方进行过同框和任何互动。想一想啊，就算十年也不应该如此远离对方，但在他心中这个原则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如果你和前任之间有过分沟通，那么就是对于现任的不尊重，
因而这一次和南宋正式结束这段关系后呢，接下来他的新男友啊也不用担心他会和这一位有牵连的情况出现，不仅在这一段情感中受伤颇深，让他笃定了心狠的做法，对待感情的原则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宋慧乔离婚后呢，在香港接受采访时透露心情，无论是否符合我的意愿，那都只是命运，那是星星对我的指引，只是啊，在一个对的时机，命运不需要多大努力，只是偶然发生的事儿。从宋慧乔这段话中能够感受到婚变对她的影响很大，但最终也是不可逆转。此外，宋慧乔还透露，目前需要个人时间，也许要明年开始新的工作，目前还没有正式确定。相反，宋仲基方面呢，基本离婚进行中，也依旧没有停止工作的脚步。而在昨天，双宋离婚还爆出内幕，有记者通过视频方式爆料，称其实一开始是宋慧乔提出的离婚调解，但却遭到了宋仲基方面的通过官方抢先发布，让宋慧乔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而且在声明中呢，采用的伤痛等词语让宋慧乔陷入舆论漩涡。事情曝光之后啊，很多网友都骂宋仲基这样的做法有些过分。不得不说，当年这一对双宋 CP 是让人羡慕的存在，看着当年他们俩的结婚照，能看出双方眼中浓浓的爱意，现在呢为何分手也是让人惋惜不已。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在发展的这22年中，宋慧乔在圈内获得的更多的评论就是风轻云淡。和她合作过的金志媛啊，曾经老实地评价过，姐姐在我心中就好像沉静的一束光，在其他人都一片喧闹时，她总是静静地待在原地，有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导演们会在和她合作了3个月后描述到，这真是我看到了最怪的艺人之一。在圈内前行了20多年的演员，大多都是对人际关系游刃有余，并且呢非常会说话的女人，但她看起来啊却总是淡淡的，不主动接近，也不主动回应。正是这样一种沉静内敛、大气的风格，也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魅力。直到如今离婚事件发生，她也并不像男方那样做出一些恶狠狠的手段，攻击曾经和自己相处过2年的恋人，一直保持着沉稳的态度对待一切可能到来的恶意，和那些想要加害于自己的人。全程关注两人交往轨迹的网友们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中啊，屡次发出声明，主动采取动作，推动整件事进展的其实都是男方和他的家人。一开始呢就提前宣布消息，再者对他提出控告和警告，要求他不要做出一些过分的举动来。随之啊又传出父亲失踪，哥哥主动发图内涵女方，父亲又站出来向媒体解释，并称错在我们家。种种情形都让大家有点弄不清了，到底你们在演绎出什么样的戏呢？但面对前夫的激进有充满目的性的动作，他却始终没有对这件事情发布任何声明，不想和他掺和到一起去。在这一次离婚事件收官，官方消息终于宣布后，他也果断地清除了和对方有关的所有消息，绝不拖泥带水，把这种决绝用在了斩断和对方的关系上，却没有用在针对他的各种行动上。而正是因为他这样的充满仁义但也率性而为的做法呢，成为了如今韩网不少新女性们的榜样。消息被 Never 发布后啊，登上热议的不是整件事情的始末，而是他的名字。评论中回复的网友基本都是高层圈子的新女性，他们对这位演员的做法抱以完全支持的态度，你来我就欢迎，你走啊我也绝不留你。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在这件事情中没有做错，并且呢留着一份情面对待对方。淡然的处理着周身每一件糟心事，这才真叫做见过世面，也才真是人淡如兰的形容。只能希望已经到了38岁的他能够赶紧找到适合自己的心上人，
一定要继续相信还有真爱的存在，不要因此而受伤太深，获得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对于婚姻，其实大家想说的是，宋仲基这一次做的有点不近人情，不仅仅是不念及夫妻感情，而且还在背后隐藏着这么一个小动作，这也难怪大家会说离婚见人心呢。